经没什么人了呢。我们刚刚那班来伊犁耶岛的巡鬼船可能是最后一班了吧。我去，兜兜转转还是又回到了这里。啊，旅行者，你难道又听到那个声音了吗？哎，好吓人，要不我们白天再来。我去，我去，喂，你怎么还在往前走？万一泉水里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呢？哎，等等，我好像也稍微能听到一点点，一个在喊瓦谢的声音，对吧？旅行者，不要再往前走了，喂，清醒一点。抱歉，我有些想不起来了。记忆就像被一股激流一下子冲散了一样，许多碎片溶解在水流里，再也找不回来了。曾经在陆地上的点点滴滴都是珍贵的回忆，我也不清楚我究竟弄丢了多少。人类，没错，我曾经是人类，如今也是失去了人类形体的，人类的意识。我也不清楚我究竟为何变成了这副模样，只隐约记得我被粉蓝色的水包裹，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起来。啊，还有，我还记得我曾经去过很多地方，喜欢到各种各样的险境去冒险，而不论我走到哪里都有瓦谢陪着我。我知道他有多爱我，我也一直同样爱着他，可如今那一切都不可能再回去了。分别的悲伤原来是如此沉重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再相见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我们已经无法再创造任何新的回忆了。我的思念已是对他无益之事，就让这份思念永远停留在水底吧。如果见到瓦谢，请告诉他千万不要去找我，你应该向前进发了。或许是吧，在我被水包裹逐渐要失去意识时，我看到水面上的瓦谢，眼神里充满了痛苦和留恋。如果那时的我可以安慰他就好了，我想告诉他，至少那个时刻我并不痛苦，甚至感觉非常温暖。那个过程应该被称为溶解吗？我反倒觉得更像是一种释放，
没有恐惧，没有紧张，有的只是如同无风的水面一般，无尽的平静。也似乎像是已经习惯口渴的人第一次喝到水，才发现原来自己曾经一直活在无尽的欲望与焦虑之中。我好像听到你的同伴在叫你，你该走了。再见了，很高兴你能感受到我。请记得，如果见到瓦西，不要让他找我了。警卫机械，啊，克洛琳德，快，趁现在！洛林德，刚才多亏了你出手，我理应向你道谢。但在此之前，你能否解释下你为何出现在这里？我只是认为你最近会比较危险，所以跟着你而已。我想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跟着我，应该被称为跟踪才对吧？这是卡雷斯先生的遗愿，我不能辜负他，必须保障你的安全。如果他还活着，他也会这么做的。你不要提起我的父亲。抱歉，大小姐，都怪我实力不足。克洛琳德小姐，我必须感谢您的出手相助，但还请注意您说话的立场。我们应该都不喜欢那些没必要的情感伤害。对不起，我没考虑到你的心情。算了，你究竟还知道些什么？为什么会觉得我很危险？我知道的应该并不比你多，但我相信少女连环失踪案的幕后黑手有着强大的势力，你今天的表现肯定会被他们盯上。他们早就应该盯上我了，倒不如说我感觉非常奇怪，他们直到现在才动手。那关于这些警卫机关呢？我曾经以为只有直律亭的人才能操控。我刚才可以观察过了，这些警卫机关都没有编号，并非直律亭用来执法的机关，想必是某些有钱或者有权势的势力通过不法手段获得的，储备起来用作私人火力。好吧，总之很可能是现在的刺梅会斗不过的势力，对吧？嗯，请务必小心，不要贸然行事。不论如何，我都会继续调查下去的，让真相大白才是我父亲真正的遗愿。总之今天还是谢谢你了，克洛琳德，但如果下次你又有什么想法，请先让我知道，我不喜欢被人跟踪。我相信短时间内他们应该不会连续下手，我不会再跟着你了。再见，各位。
好吧好吧，那可真是今天最好的消息了。大小姐，我认为克洛琳德小姐应该是真诚的，或许的确可以适当缓和与她的关系。唉，我心里也知道，但还是没办法，毕竟她是……你可算彻底恢复了，我都以为我们要完蛋了。那些埋伏的警卫机关趁你昏睡过去的时候忽然冒出来，然后就是纳维亚带着他的手下赶了过来，把我们救下了。哦对，还有那个叫克洛琳德的决斗代理人也来帮忙了。唉，总之刚才真是运气好，不然我可打不过那些家伙。好了，别说这些客气话，我其实根本没把刚才那顿当作散伙饭，我希望跟你吃的每一顿都是庆功宴，所以我们还是好搭档，没什么好谢的。大小姐的胸襟，我还需要再锻炼50年吧。大小姐表达了这样的好意，换作我想必当即就加入刺梅会了吧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。话说回来，纳维亚，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会有危险的？出现的时机也太巧了吧。要说这个，一切都多亏了派蒙你啊。我居然立了什么功劳嘛，我原来有这么厉害。多亏你误喝了我的饮料啊。这算什么？我们分别以后，在我一个人回枫丹亭刺梅会据点的路上，忽然想起了你说的这个枫达喝起来咸咸的，一点也不好喝。枫达应该只有甜味儿，怎么可能会咸咸的呢？而且那个饮料的色泽好像也……你是说枫达饮料里混入了原始太海的水吗？所以若不是你把我的那杯喝掉了，我可能已经……救下了刺梅会的老板，刺梅会正在筹备给予您的最高荣誉奖章。喂，真的会有吗？我派人去德波大饭店找过线索了，那帮家伙居然没留下一点痕迹，于是我想到你们这边可能有危险，就带人第一时间赶过来了。那帮家伙连我们都要算计吗？我们不过是给林妮辩护，帮他脱罪了而已。这下我们也被彻底卷进来了呢。毕竟在他们眼里，你们破坏了他们十分自豪的计划，也差点抓到致命的线索。哎，话说你们喝下太海水后没有什么异常的反应吧？这么说来，旅行者刚才也不是无故昏过去的吧？他说自己又听到了那个在喊瓦谢的声音。哦，对了对了，这次就连我也听到了一点点，这种情况会和太海水有关联吗？那也就是说，喝下原始太海的水，对除了枫丹人之外的人的效果是提高水元素的感知力。听上去好像也并不是什么坏事。情报算你昏过去的时候吗？哎，说说看。哦，的确是很关键的情报。瓦谢，好像从没听过这个名字，最近应该也没有作为证人出庭过。不过他既然可以目击到少女的溶解，就证明他至少在作案现场，但他从没有给案件提供过任何情报，甚至我们都刚知道人会溶解在原始太海水中这一情报。他难道是被威胁了？谢谢你，这情报在当下来看非常重要，我们会继续调查。哎，你的意思难道是你们还会和我一起调查？你不是说散伙饭不作数吗？那我们就还是搭档了呀。更何况现在我们也被卷进来了吧，旅行者应该也不准备放过想要暗算我们的人吧。
纳维亚小姐，再高兴也请收敛一下脸上的表情，您是自媒会的门面。多嘴。那你们就和我一起回枫丹亭的自媒会据点吧，我会给你们安排住宿的地方，还有计划要进行讨论，最好也能加深一下我们作为搭档对彼此的了解。一样一样来吧。二位放心，有我们在，据点绝对安全。就在前面了，不过先确认一下有没有人跟踪。我一直在盯着，大小姐放心，这一路上没有发现可疑人物。那就好，暂时还不能掉以轻心。我先去找找合适的房间，安排给我们两位尊贵的客人。辛苦你了，麦勒斯。旅行者，我们也继续走吧。就是你们刺猬会的据点吗？和想象中的差别有点大呀。二位的住宿已经安排妥当了，绝对是刺猬会当下条件最一流的房间。最近刺猬会的经费有些，毕竟我们内部严禁做那些有悖道德或法律的暴力买卖，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的经费来自于拥戴我们的民众的接济。听起来大家都不容易呢，不过能受到人们的拥戴也还算值得吧。其实几年前刺猬会在我父亲手里的时候，经济状况要比现在好不少，都怪我能力不足。你父亲是前一任的刺猬会老板吗？他是怎么……纳维亚小姐，让我来给他们解释吧。不，事到如今我没必要逃避这个话题，作为搭档，这也是我希望他们能够了解的事，还是我自己来说吧。我的父亲名叫卡雷斯，也正是如今街头巷尾称之为不义的卡雷斯的那个人。他在三年多以前被认定为杀死自己朋友的凶手，但他拒绝被审判，最后死在了决斗场上。居然！但我真的不相信父亲会是杀人凶手，这其中一定有冤屈。我想那时候他只要接受审判，经过官方的调查，肯定会发现什么端倪，最终证明他的清白。可奇怪的是，他不仅提出要进行决斗，而且据说他在决斗中受了很重的伤，以后明明已经可以判定为输掉了决斗，但他却拒绝投降，
执意要死在决斗场上。三年了，至今我也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像那样死去的话，才是失去了维护自己名誉的机会啊。我想与这件事最可能有关联的，就是父亲那时正在调查少女连环失踪案。啊，所以你才一直也在调查少女连环失踪案的事？我也尝试过调查当年父亲的杀人案，但各种记录、各种卷宗都被我查阅了无数遍，已经找不到什么新的线索了。可是我相信，如果这件事跟少女连环失踪案背后的势力有关，那他们一定知道些什么。不论父亲是被胁迫还是被陷害，哪怕父亲是真的动手杀了人，我都一定要知道真相。他那个人呢，在活着的时候就总是不喜欢把话跟我说清楚，就连我母亲在生我的时候难产死去的事都一直要瞒着我。想不到如今就连他的死都要我自己去调查了，真会给人添麻烦呢，老爹。大小姐，我不论有什么我能做的事，请尽管吩咐。卡雷斯和您都是我最敬重的人，我也绝对不相信卡雷斯先生会是杀人犯。卡雷斯先生生前做了那么多善事，可杀人案已经出现，就立马变成了不义的卡雷斯，就连支持刺玫瑰的民众数量都大大减少了，会内的财务情况才变得如此紧张。可是人们第一时间不是应该表达质疑吗？如果卡雷斯先生平时是个好人的话，可能人们就是喜欢这种戏剧性吧。也并不是枫丹人的问题，而是哪里的人都一样，不仅喜欢看恶人改邪归正，也喜欢看善良的人一招不慎坠入深渊。怎么这样？如果卡雷斯先生真是被冤枉的，那我们一定要弄明白真相，否则也太令人难受了。还有一件事，卡雷斯先生当时的决斗对象正是那位克罗林德小姐。啊，是她吗？那也就是说，相当于卡雷斯先生死在了与克罗林德小姐的决斗之中。是啊，那的确不是那么容易释怀呢。克罗林德小姐一直非常重视决斗者的荣誉，如果对方不主动投降，他也不能选择停手。而且他之前就认识卡雷斯先生，并且十分尊敬他的为人，但在决斗中见到卡雷斯先生的坚决的态度，他也不得不做出那样的选择。我也并非不能理解他，只是我还是很难去面对。我也理解你，纳维亚，不用太勉强自己。后来克罗林德小姐还说，在决斗刚开始的时候，卡雷斯先生就说希望可以拜托他照看下纳维亚大小姐的安全。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。拜托杀死自己的人来照顾我什么的，那个混蛋老爹怎么想得出来？好了，总之这些就是我作为搭档想要跟你分享的情报，有点像是诉苦一样了，怪不好意思的。你们还是先好好回房休息吧，今天真的经历了好多事呢。是呀，今天真的好累。请放心就寝吧，我会在这里保护二位今晚的安全。这一切都是忽然降临在纳维亚大小姐头上的，不论是刺玫瑰的责任还是卡雷斯先生的死，不行，我必须抓紧变得更强才行。
这里太有安全感了吗？啊，怎么是纳维亚？你那两个跟班呢？我让他们先回白松镇了，就是我们刺梅会的发源地和总部。这里暂时没有什么事情要他们帮忙了。我怎么觉得你只是嫌他们烦，把他们甩掉了？话说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一直等在这里吗？不，我刚刚从外面回来。昨晚我先进行了一轮关于瓦谢这个名字的调查。你难道一整晚都没睡？这么重要的情报出现了，谁还睡得着呀？我好像刚说了睡得很好什么的。不过可惜，这个名字的存在就像被彻底抹去了一样，哪里都调查不到。我想可能幕后黑手早就做了手脚，怕人们调查。不过这也侧面证明了，瓦谢应该的确是关键证人吧。那可怎么办？我们已经晚了一步吗？不，还有希望。有一处地方他们就算想要动手脚也几乎不可能威胁得到，那就是最高审判官纳维莱特个人所保存的档案，有着近些年所有案件的详细资料。如果你看到的那个纯水精灵是近期失踪的少女的话，那想必肯定可以找到相关情报。不愧是最高审判官，原来纳维莱特先生工作这么认真，还会整理保留案件的档案。那我们就出发去找他吧。不走吗？纳维亚，你困了吗？没事，我们走吧，去见那位最高审判官吧。